他给推走了。我站在这个位置拍了，没事。等一下放一个漏导屏给他看一下，我拍着你放好吧，有区域吧，对，放个导屏区。 You see the follow bottle you can automatic reject。 再放一个导屏给他看一下，是 automatic reject。Follow bottle automatic reject。 那排数是按照它那个数量来设置的不？就多一个包多少个，长宽多少，有按照它是吧？它是一排是13排嘛。哦行。按你拿那个。好。按照他的话就可以拍出来保存了，要调的时候如果老外有的不懂调的话，就照他那参数设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个速度要求不高，对速度要求不高。然后还有一排，这排退了吧？还差一个是吗？还差一个瓶子是不是？再放一个瓶，再放一个瓶子，是差一个两个？哦，他还差一瓶子过来就退是吧？来，帮忙拿起来看一下。对，拿起来看一下。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拿起来放好。